啪啦啪啦像太阳快，啊猪猪猪床上像滚滚滚，滚下来还只说了三个字就昏倒了，妖怪，赶紧赶紧管他才叫医院，哭了好久，鲁鲁终于醒来了，头上肿起了两个包，还是很痛，摔掉了腿，好像更痛，大家都来看望他，老村长也来了，他紧张地问鲁鲁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去找脖子穿上去，完全天快黑了，就是不能帮他睡，真心红人想到去迷路了，没有带眼鼻涕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再看见前面有亮光，还有噼里啪啦的声音走过去，想看着自己，啊，吓死我了，一直要被冲过来，还有十个人这么高，要太阳黑，全身长满尖刺，眼睛射出光，我噼里啪啦在后面一直在鲁鲁没裤子说，差一点，这辈子妖怪人就排到山了，谢谢大家，我的。